好，在这一边呢，我们来看那个 Blank Focus 的From 5 Chapter 4 4.2 Combination。然后4.1 的时候是 Permutation，然后4.2的时候是 Combination。然后 Permutation 跟 Combination 呢，它们的分别是什么呢？P 我们记 P for 排，然后 C for choose。OK，所以它关键字眼是 choose 这个字眼，选。然后 P 是排，OK，所以 P 的那边它是关系到排位了，然后 C 的这个是没有关系到排位的，就是我选 AB 跟选 BA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在 combination 里面。然后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ermutation and combination, a selection or grouping of a set of objects irrespective of their order of arrangement is called a combination. For example, the combination of two different objects AB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same as BA. The order of arrangement is not important in combination. 所以，我们先 A 再 B 和先 B 再 A，在 permutation 是有差别，可是在 combination 呢，AB 跟 BA 是一样的。OK，好，然后再来这一边呢，他说 the total number of combination of n different objects when r objects are taken at a time。然后我的 r 小过 n，我们是用 NCR，就是 n 个选 r 个，我们是用 NCR 这样的东西，在我们的计算机里面也有这一个东西。然后 NCR 的 formula 呢，它是 NPR 除 r factorial。OK，然后 NPR 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在这一边，首先我们知道这一个在这边 NCR 等于 NPR 和那个n factor 等不那个 r factorial，然后我们的那个 NPR 呢是 n factorial，然后 n 减 r 的 factorial，所以这个塞去上面的时候呢，它会变成 n factorial，然后 n 减 r 的 factorial，整个在 over r 的 factorial 的时候，它会变成 n factorial，然后 r factorial，n 减 r 的 factorial，这样，这个就是 NCR 的。那一个 formula，所以它在这边 n factorial r factorial n 减 r 的 factorial。好，然后在这一边我们知道 NCR 等于 NCN 减 r，然后 NC 零等于一，NCN 等于一，然后刚刚在这一边我把这个乘上去的时候呢，它的这一个 NCR 乘 r factorial 会是等于 NPR，这个是它们之间的关系。So，那个我们用五 C 零，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五 C 零会是等于一，OK，五 C 零等于一。然后同样的，我在这边五 C 五的时候呢，它也会是等于一，OK。所以我们刚刚呢，在这边它告诉我们什么呢？NC 零会是等于一，然后还有 NCN 也等于一，五 C 五等于一，五 C 零也等于一。然后除此之外呢，在这一边，我们的五 C E，你可以看到我的五 C E 其实是五，OK。然后，我的五 C 四也是会是等于五，OK。这一个是一样的，所以在这边，它这一个还有我们这一个五 C，二，然后它是十。然后我的这一个五 C 三呢，它也是十，所以你可以看到零一二三四五，在这一边这两个，它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我的 NCR 等于 NCN 减 R，就是说五减一四，五减四一，五减二三，五减三二，所以它其实是对称的。OK，我们的 combination 是对称的。就是说，它第一个跟最后一个一样，第二个跟最后第二个一样，第三个跟最后第三个一样，这样。就是说，你看，五 C 零等于五 C 五，五 C 一等于五 C 四，五 C 二等于五 C 三，这一个是它们之间的关系。这边这一个是 SPM 2018的题目，OK，它告诉我六 CN 大过一，list out all the possible value of n，所以我六 C 零是一咯，然后我的六 C 六也是一咯。然后六 C 一二三四五这一些都会大过一，所以 n 等于一二三四五。然后他告诉我 YCN 等于 YCN，然后 express y in terms of n and m 的时候，
这样我知道这两个加起来 m 加 m 会是等于 y， 所以我的 y 等于 m 加 m， 就是这样简单。 OK，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个等于这个， OK， 然后跟我们在这一边的这一个就什么 ncr， OK， 这一边它告诉我们什么 ncr 等于 nc n 减 r， 然后或者是我们刚刚在这一边的这个关系，我的 5C0 等于 5C5， 5C1 等于 5C4， 5C2 等于 5C3， 所以我可以看到我的2加3等于 5，1 加4等于 5， 0加5等于 5， OK， 就我的一个是 R， 另一个是 N 减 R，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 OK， 好，所以这一题如果我们懂了情况之下，你就知道哦 ，M 加 M 等于 Y， Y 等于 M 加 M， 这样这个就可以了， OK。所以刚刚那题是属于2018年的那一个SVM 的题目啊，可以吗？刚刚OK， 在这一边呢，你看我在这边他说 NCR 等于 NCN 减 R， OK， 这一个是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一个呢N 是多少，在这边我的这个的 N 是5嘛， N 是等于5，然后我在这一边这个是0，然后我的这一个是5减0等于5，然后这一个是1，然后5减1等于4，然后这一个是5减2等于3， OK， 所以它这一个5减0 5， 5减1 4， 5减2 3， 所以 5C0 跟 5C5 会一样， 5C1 跟 5C4 会是一样， 5C2 跟 5C3 会是一样， OK。然后在这一边呢，我们如果我们拿气的话呢 ，OK， 所以如果我刚刚在这一边，我的这一个我改成是气 C 零，气 C 零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知道它会是等于一 ，OK， 气 C 零它是一，然后气 C 七 ，OK， 它也会是等于一，然后接着我的气 C 一，它会变成气。然后我的气 C 六，我也知道它会是等于气。然后我的气 C 二，我拿到的是等于21。然后我的气 C 五 ，OK， 然后拿到的是21。然后我的气 C 三，然后我拿到的是35。然后我的这一个气 C 四也会是35。OK，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在这一边，七减零等于七，七减一等于六，七减二等于五，七减三等于四。OK， 他们的那个拿出来的答案会是一样的。然后另一种更简单的看法呢，就是零加七等于七，一加六等于七，二加五等于七，三加四等于七。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个 R 加 N 减 R 会是等于 N 呢、啊？如果我在这边 ncx 等于 ncy 的时候，我的 n 会是等于 x 加 y 了， OK， 或者是我在拿到这个 n 等于 x 加 y 之前呢，我可以说我的那个 y 呢其实是 n 减 x， 然后我再把这个搬过去，所以我的 n 等于 x 加 y， 这样 OK。 好，来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直接看例子啊，So 这样的题目呢，在 SVM 是不会考的啦，因为这种东西呢，我们直接用计算机来算就可以了，然后这种我们按计算机就可以拿到答案了，然后当然有一些我不用按计算机，我也可以知道它答案了，就好像 3C3 会是等于 1， 然后 5C0 也是等于1啦，然后我的这个 6C2， 然后我在这边 6C2， 然后拿到的是15，OK， 然后还有这个 8C5， 你们懂得怎样去按计算机就可以了啦，那这个是56啊， OK， 但是有一些题目呢是你不能够用计算机来按来拿到它答案的， OK， 然后我看一下这一边有没有讲到，没有的话我们另外的影片再来看啦， OK， 好，是那一种 有一些题目是就是像这种我们计算机可以直接按得到的嘛， OK， 然后如果我们有一些题目呢它是不能够用计算机来按的， OK， 那种不能够用计算机来算的题目呢其实是我们去到下一课， OK，
第五课的那一个 binomial distribution binomial 那一边的时候，它有那样的提醒，然后在那个 binomial 那边的那个提醒的时候，我们才会遇到，所以我暂时就不讲先。好，来，我们这一边我们再来看这一个 example 18 OK。它在这边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combination of r object chosen for n different object at a time， so 选 n 个，一次选 n 个，所以在这一边呢，它那一个20元，然后 Masna 呢可以选3 out of 7个 plastic container，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choice that Masna can make。 OK， 这样关那个20元有什么事，题目要这样写就可以了啦。所以他在这边其实重点就是七个选三个 choose， 你看他字眼是 choose， 他不是 arrange 就排位吗？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他是七 C 三，所以我们在这一边他这一个是七 C 三，然后我们拿到的是35，所以他这一个的答案等于35，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直接35。 OK，所、so, 以我们中间的这一个是不需要了，在考试的时候我们写 7C3 然后直接写35就可以了。然后在这一边它叫这边 solve problem involving combination with certain condition， OK， 这一个是有一点点的那一个条件的那一个题目。来，我们看一下啊，在这一边，然后他说三个 letter choose from the word 人大，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ways choosing the three letterMust include the letter E。 他这样其实他不是要选三个啊， E 一定要有吗？对不对？这样他其实只是选两个而已， OK， 所以他 choose 是三减E， 他选两个。然后我的那个 N 那一边呢，他是有1 2 3 4 5 6，六个减掉 E， E 已经被选掉了，剩下五个，所以这一题其实就只是五个选两个而已。讲是讲什么 啊我们要从这六个里面选三个出来啊，然后可是吼啊一一定要选，这样你不如直接讲啊除了一剩下的五个选两个啊，其实就是这样啊， OK， 所以它答案是10。好，接着我们看 example 10，然后 two boys and three girls are to be selected from a group of 6 boys and 7 girls， 然后 in how many ways the team can be formed，所以男的选男的，女的选女的，所以我在这边有男的跟女的，男的六个选两个， OK， 他只是要变成一个 team 罢了嘛， OK， 然后他没有讲他们要排位之类这样的，所以他的男的这边是六个选两个，女的是七个选三个，直接这样乘就可以了。所以我在这边我就有六 C 二乘七 C 三，所以我的答案是525。所以这个的答案是525，所以这个等于525。好，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个 example 21。 example 21这一边呢，这一个题目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好，他在这一边呢，他说他有12个学生分成三组，然后五个学生卖 ticket， 四个学生卖食物，三个学生准备食物，然后 find the number of way of from the three group of students。 所以这种题目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这样，就是说我12个学生选五个去卖 ticket， selling ticket， 所以12个选五个，然后过后呢我们剩下的就是卖那个 food，然后12个人减掉5个的时候他剩下7个人哦，7个人里面选4个去卖，然后最后是 prepare food 的时候呢，就剩下3个人选3个人，所以在这一边他就是 12C5 然后乘 7 然后 C4 乘 3C3， 所以我拿到的答案是277 20。然后有学生就问哦，哎，老师，这样我一定是要先选那个卖 ticket 的人先的吗？我可以先选那个卖准备食物的人，然后再来卖食物，然后再来卖 ticket 的吗？可以的，其实
我先，如果我的 prepare food， 然后 sell food 跟 selling ticket 的时候，我12个选3个去 prepare food， 然后12减3之后剩下9个人，9个里面我选4个是卖食物，然后剩下5个人选5个人去卖 ticket， 所以我在这一边它是12 C3， 然后接着9 C4，然后最后剩下的是5C5， OK， 5C5， 好， 5C5 其实是 E 来的，不用写的，但是我写下去了，你看它答案还是一样。所以这一种呢，它也有 一些 partial 我看过的，就是说它有三组人，有9个人，然后它有3组人， OK， 第一组3个人，第二组3个人，第三组3个人，要怎样分配，这样就12 C3 然后9 C3、哎、没有 没分12个人嘛，分3组嘛，每组4个人，12 C4 然后8 C4 4 C4 这样，类似这样的一种概念啦， OK。 好，来，刚刚这一题了，我们再来看 example 22， OK。 好，在 example 22这一边呢， find the number of way of choosing at least 4 students from 6 students to represent their class in a drawing competition，最少四个人，所以最少四个人的时候呢，我可以是6个选4个，我也可以是6个选5个，我也可以是6个选6个， OK， 这个是 E， 这个是6， OK， 然后我再来这个6C4，然后拿到的是15， OK， 6C4 是15，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6C5会是等于6，哈，哇，幸好没有错，错就尴尬了。然后6C6 OK， 6C6 然后拿到的是1。好，所以它 total 会是等于多少呢？所以它 total 呢会是等于那个15加6加1 OK， 然后就23、哎、22个。好，就是这样。好，来，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第 example 23的 OK。在 example 23这一边呢，这一个它的这一边，它这一个是这样， OK， the mathematics paper in the test have two sections A 跟 B， 然后 A 是10题， B 是8题，然后它要在 A 那边回答5题， A 那边回答5题，然后 B 那边它要回答4题， OK， 然后或者是那个 A 回答4题，然后 B 回答5题， find the number of different combination of 这个，所以我们在这边 A 跟 B 的时候呢，它可以是10C5 然后8C4 或者是10C4 8C5 这个这样乘，然后再跟它加上来，所以我在这边我这个是10然后C5 乘8 C4 然后这个是17640， OK， 然后过后呢这个10C4 然后8C5呢，我拿到的是11760，然后这两个加上来，所以17640加11760，然后我拿到的是29400，所以它答案是29400。好，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边这一个它答案是29400。好。好，接着我们再来看 SPM Highlight 的这一个题目。OK， 好。在这一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一个东西是这样的。Find the number of different ways to arrange all the cards in a row。它要排吗？这个是排 permutation 哦，所以它这一个是24688张，然后它有没有重复的吗？没有，然后全部都要排完的话呢，其实就是直接8 factorial， 当然你要讲它是8排8也是可以啦，因为我的8排8呢其实也就是8 factorial 来的，你可以看在这一边我的这一个8 factorial， OK， 在这一边我的8 factorial 我拿到的是40那个320，
然后同样的，我在这一边这一个八排八，我也拿到40320，所以 MPN 其实也等于 n factorial， 这个东西你们自己要懂啊。OK， 但是其实你不懂也不用紧啊，因为你写那个八排八，然后你拿到的答案是40320，或者你拿八 factorial 40320，你的老师都会给你对的。然后 five card are selected， find the number of way to select the five card if three of the card are consonants。所以在这一边呢，他要选五张卡。OK， 三张是 consonant， so 我们在这一边呢，它的 consonants 呢，我要选三张。OK， 然后我们就有 vowel 咯 ，A E I O U 咯，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 consonant， 我有五个 consonants 里面，我选三个 consonant。OK， 它要选嘛 ？OK，selected 嘛 ？selected 就是选啦 ，delay 的意思啦。然后 vowel 我这边有三个。然后三个选两个咯 ，OK， 因为它要五张嘛，五减三，剩下是两张 vowel 啦，所以它三个 consonants， 三个 consonants， 两个 vowel， 所以我的这个 consonants 有一二三四五五个 consonants 选三个，然后再乘这个，所以我在这边我就五 c 三乘三，然后 c 二，所以我拿到的答案是30，所以这一题的答案会是等于30。来，在这一边呢，这一个有学生讲，哎，这个有点点像那个 probability， 格班嘎亮这样的东西。OK， 像我们数学那边学的那个 probability 的那个，然后我们有那个数目线的那种啊。对呀、啊，对，的确是这样的。我们就慢慢画嘛。可是你这个八个，你都要画八层哎，很多哎，你不可能真正这样去画嘛。然后它这一个是它升级一小步，然后我们到了下一课的时候 permutation 的时候。OK， 下一课的那个什么 binomial distribution 的时候是更加升级的东西。OK， 那个等下我们会看到。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一课呢，它只是一个过渡来的，它主要是让你学会那个 NPR 跟 NCR， 然后你可以去下一课的那一边用到。好，来，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题。Maria 呢，他就given the task to choose four souvenir for four excellent worker， 然后他可以选从七个 smartphone 五个 tablet， OK， 不同的品牌那边。 Find the number of different way can be chosen is only one smartphone are chosen， 所以我在这边我有七个 smartphone， 然后我有五个 tablet， OK， 然后他要选四个 souvenir， so 他一个 smartphone 被选，所以我在这边 7CE， 然后一个 smartphone 的话呢，这样我要选四个嘛，四减一也就是三个 tablet 咯，所以我在这边 5C3， 所以我在这一个呢，它就是 7CE 乘 5C3， 然后我拿到答案是70。 OK， 等一下，我理解错误那个题目了，它是Only smartphone are chosen， 就只有 smartphone 被选而已。OK， 就是说我直接七个选四个 smartphone， 就是这样解决。OK， 好，所以我就直接是七，然后 C 四，然后拿到是35，所以这个的答案是35，等于35。这个是 A 的，最少两个 smartphone。最少两个 smartphone 的时候呢，它两个 smartphone， 它两个 smartphone 的时候，它就两个 tablet， 然后它有三个 smartphone 的时候，它就一个 tablet， 它四个 smartphone 的时候零个 tablet， 然后我在这边七个选两个，七个选三个，七个选四个，然后这个是五个选两个，五个选一个，五个选零个，这样 OK。然后我的这个 7C4 然后乘 5C0 的话呢，就是刚刚的找到这个35哦，所以这个是35。然后我的 7C3 5C1 这个 E， 然后这边是3，然后拿到的是175，所以这个是175。然后我的 7C2 5C2 这个是2，然后这个也是2，
然后我拿到是210，所以全部跟它加上来的情况之下呢 ，OK， 我们在这一边全部跟它加上来的话，所以我这一边它的那一个B 的会是等于210加175再加35，所以我在这一边210加175加35，所以我拿到的是420，所以它答案是420。好，就是这样。So 在这一边，我们的这种 SPM highlight 讲完了。Try 第 4.2， 我另外一个影片再来录。